过时期的海包相机美机之后，哇，帅呆了！如果想要拍照的同学，可以喂，你们想
我们跑出新来了，赶快走。啊，说到我的遭遇，就像一场恐怖的噩梦啊。多恐怖啊！真的很恐怖，请大家慢慢慢慢的看我们表演下去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？2015年9月7日，日本石垣岛上，女大学生村原氏里奈跟朋友一起去潜水，结果。小心掉丢掉！人民大王！
最恐怖、最邪恶、最肮脏、最开勾的垃圾王，而且还是大海的垃圾王。我就是垃圾海的统治者。对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垃圾海。愚蠢的人类不断的制造垃圾，不断的乱丢垃圾，我的垃圾海已经越来越大了。哈哈，我相信有一天，不久之后的有一天，我的垃圾海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海洋，而且还会消灭所有的人类。我要占用垃圾海，把人类全部杀光光。最近身体啊毒素太多了，还会咳嗽，真糟糕。没关系，我先到旁边休息一下，我请我的垃圾妖怪们出场，让大家见识见识吧。大家不好，我是我们这个垃圾海的市长。市长就是管两件事，第一件事遇到我绝对没好事，第二件事绝对绝对让你有坏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嗨，大家不好，我是垃圾海吃垃圾的院长。今天吃垃圾吗？我最爱吃垃圾，垃圾一直飘过来，我就一直吃下去，然后我会把大垃圾变成小垃圾，再把所有的垃圾给吐出来，送给海里面的生物吃，让他们把垃圾吃到肚子里面之后，就会心高飘啦。都是千年历史化的好东西啊，只要换上了
严重。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少用塑胶瓶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一起到海边去净滩。